起来吧。 两边站吧。哎，范太大人，坐这儿，啊，谢大人。来啊，代原告刘皇室。 王室，把你的状子呈上来。就。来人。 代被告程森上堂。啊，宛卷生程森参见忠诚李大人。 卑职本是江西盐道，因家母去世，丁忧在即守孝。啊，原来还是个县任官，跪下说话吧。大人，朝廷有令，公堂之上在职官员是不下跪的。在职官员，既然在职，你干嘛不穿官服啊？大人知道，下官正在守孝。 哦，守孝，守孝就能强奸有夫之妇，就能烧了人家的房子，逼死人家三条人命，跪下！跪下！快！你们这些混账，会误了老子的大事！ 刘王氏，你把程森是如何奸污了你，烧了你家的房子，杀了你公公和儿子的事儿，从实招来。是，大人呐、啊，卑职并没有奸污刘王氏，更没有杀他的家人，也没有烧他的房子。因卑职祈福去用银子加收了一成租。刘王氏为了赖租，他来到我府中百般卖弄风骚，是我把他赶出去的。 不想他公爹也是无赖，带着两个儿子闯到我家，当庭吃药自杀。这个案子经聂台黄大人多次审讯，证词一应俱全，求忠诚大人明鉴。你说，这个案子，聂台黄大人已经审过了？大人，只需要问一下黄大人就知道了。哦，范太大人，你让黄大人。 什么时候赶回来啊？这个，属下，黄大人到，够快的呀，李大人。
这个案子已经审结，而且报成了刑部，你怎么又把它翻出来了？你这是问我？正是。樊太大人，你告诉他，身为一省巡抚，发现本省的案情有疑点，能不能重审呢？这个，按照朝廷的律制，当然能够。 听见了，好吧，既然赶回来了，都坐下一起听听吧。刘王师，你现在说实话，程森到底奸污你没有？哎，我们要进去看看啊！王队，王队，王队，来人，叫门口那帮人退后三丈。 关上衙门！站！刘王室，这是公堂，你只管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既然是强奸，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，照实讲。 我是他家针线上人叫去的，说是帮着做过冬的衣裳。我爹已经去求过他几次了，别家族。我想，或许能看见太太奶奶们求个情儿，我就去了。我在他家西屋做针线，后来不知怎么的，西屋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他就进来了，先是说疯话，我不理他。 后来他就猛地搂住我，一手扯裤子，一手磨奶，我拼命的换，也没有一个人进来。后来，他就糟蹋了我。你这个刁妇，这个案子三审三结，你都签了字画了押，今日竟然又翻供。 刘王室翻案的，就是本大人。刘王室，由本大人替你做主，你尽管照实说。程森奸污你的时候，你留下什么记号了吗？我在他的大腿上抓了几把。 你胡说！ 这就好办了，既是抓扯过他，只要验验有没有伤就知道了。黄大人，你得了程森多少银子？你还是个做官的，两年前的印儿，现在怎么还能验出来？你不要脸，一死就死，我索性全都兜出来。你骗占了我的身子，答应替我伸冤，你后来为什么变卦了？啊，不是，你放屁！ 你这个臭婊子，竟敢如此含蓄喷人，来呀，给我大刑伺候！黄大人，稍安勿躁嘛，问明了再加刑，也不迟啊。刘王氏。 你要知道，你是以民告官，先已有罪。想清楚了？民妇是破了身子的人，已经一钱不值了。
只要公道的处置我们一家三口的血案，什么罪我都领了。你在二堂灭身我的时候，你说程森送钱给你，你不稀罕，可是有的。我当时磕着头说，大人你不爱钱，恭候万代，你双手拉起我，你那副脏脸真叫人恶心。你说，你说，你住口！你这个刁妇，瞧你那模样！ 谁瞧得上你？哎哎哎哎，王大人，你先别忙着辩。刘王氏，黄大人都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你长得可真可人样儿，把我四姨太都比下去了。他还说，只要和他春风一度。 关保我的案子能赢，我不是人。为了替我公公和我儿子报仇，我就从了。哦，你有什么凭证？你说不出来，我扒了你的皮。我看见了，在他的肚脐左边有个怪模样的黑痣，上头。 还长有红毛，还有那个上边有个铜钱大的红斑，大人，你验要是没有，我就认这诬告罪。王大人，没想到你还撒尿擤鼻子，两头都拿呀。 给你留点面子，随我到二堂来查验吧。哎呀，这家伙，还有人吗？班大人，没想到。哎哎哎，叫他们外面安静点。中，外面安静点。别说了。黄大人，你说实话。 我心里跟明镜儿一样。你要是一错再错的话，那我可就没法办了。黄大人，你没听见？你不肯招？哼，给脸不要脸！来啊，在！把他的裤子给我脱下来！我是朝廷三品大员，谁敢？李大人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要不然怎么会？不是，怎么吃人？这你要来了？哎哎啊！忠诚大人有令，把程森押到死囚牢里去。啊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我冤枉啊！你把刘王氏带到隔壁厢房听候发落。是，起来吧。忠诚大人正在牵押房等候，众位大人。 大人，请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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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啊，在。我要给皇上上奏折。折。且慢。嗯，忠诚大人，属下和各位大人商量过了，探听入母的事儿我们再去办，等办出个结果来，你再向皇上上折子，那也不迟啊。能办出结果来？能啊！江苏的士绅们不是不通情理的，只要属下们分头去说。说通了几个为首的大户，其他人也就能跟着遵旨交税了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。哎呦！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样一来，皇上就高兴了。皇上高兴了，我就高兴了。是是是是是是。我要高兴了。你们不就跟着高兴了？是啊，是是是，皆大欢喜呀！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愣着干什么？去办去啊！是，王八蛋！哎，走，跟我看看流亡室去。这。你要出家呀？啊，按理大人替民妇以家伸了冤，报了仇。民妇就应该去死，可是民妇一身的罪孽，实在是没脸见我那死去的家人。民妇指望后半辈子伴着菩萨多念几卷经，消消我一身的罪孽。也好，也好。来人。这，把他带到城外水月庵去，跟他的主持说，就说我安排的，给他剃度了吧。这，走吧。大人，哎，别，起来啊，走吧。可惜了，可惜了哟。大人，如果您不想让他出家的话，小的那就去把他给叫回来。把他叫回来干嘛？扯他妈的蛋！哎，行了，走，我更衣吧。咱们还是去老地方。知道了还他妈问，我他妈踹死你！走。皇上，走，见见李卫去。哎，皇上，李卫这会儿不在府里。哦，是奴才派出去的另一个侍卫说的，李卫发落完了公事，就换上便服，跟着随从到另一个地方去了。哦，什么地方？好像是南京城里一个有名的歌妓的家里。这个李卫什么时候染上这毛病了？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。
大人。早。谁？我。张五哥。哎，皇上来了。嗯。在哪儿？在你衙门的门房里等了你一个时辰了。哎呦，哎，该死该死。五哥，快点！你个驴狗啊！主子，坐好，主子，这边。我非要跟你拼了不可！就是那个不要脸的骚狐狸精，他准是又去他那儿了。你们别拦着我，别拦着我！这日子没法过。怎么回事？奴才有个请求，望主子恩准。说。爷，你赶紧跑那个。奴才到那个地方去的事儿，还望主子。替奴才瞒着。你还知道怕？进去再说吧。这。的事儿啊，哭什么呀？啊，不哭了。主子，您饿了吧？哦，村人烧水啊，先伺候您洗个澡。哦，对了，我先给您熬碗燕窝莲子羹吧。嗯，不用了。村儿啊，什么事儿生这么大气呀？啊？主子，您问他呀。什么事啊？主子。没什么事儿，他这个人您不知道，他就这人疑神疑鬼的。我疑神疑鬼的，当着主子的面你说说，三天两头往那个叫什么小梅仙的狐狸精的院子里跑，干什么去了？有没有这回事？你说呀，当着主子的面你说呀，你不敢承认了啊？我，你说说说清楚。主子，小梅仙是什么人呢？回主子，是南京城里一名歌妓，朝廷有明文，现任官出入妓院，廷杖八十。你不知道吗？主子，那小梅仙，她早就不在妓院了，是吧？是吧？主子您看，她自个儿都招了供了，主子您可得替我做主啊。好吧，朕替你做主。来呀、啊，在，把衙门里的葛氏哈叫来，扒了李卫的裤子，打他八十停着。哎，慢着慢着，主子，他好歹也是个巡抚，这么做他也就没脸当这个官了。这次你就饶了他吧。嗯，听见了吧，翠儿还是向着你的。翠儿啊，朕给你道口谕，看紧他。不许他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发现了就提朕打他的板子。好嘞，奴婢记住了。好了，
朕也饿了。村儿啊，哎，给朕熬一碗早日粥去吧。啊，这。还是主子向着我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朕任你江苏巡抚，有多少人在背后议论吗？嗯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在这儿试行摊丁入亩，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啊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干出那种有失官体、授人以柄的事情？主子，还有脸让朕替你瞒着？你以为你还是在前底当奴才呀？你现在啊，那是万人瞩目的封疆大吏呀、啊。胸无大志，奴才不争气，请主子责罚。这次就算了，起来吧。不过你办差嘛，倒还是蛮卖力的啊。你在这儿实行摊丁入亩的事，朕也都知道了。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呀？回主子，下一步奴才想形成制度。可是推行制度得靠各级的官员，像江苏的官吧，大都和当地的士绅有来往，靠他们办不了什么。因此奴才想请主子先把这儿的藩台、镊台都换了，其他的官儿慢慢再说。嗯，朕也早想到了这一点。刘墨林向朕推荐了一个人，朕准备派他来给你做藩台。谁呀？新科榜眼尹继善。主子派的人一定是好的。嗯，那个黄伦，你准备怎么处置啊？奴才想，革了他的职也就算了。毕竟，他是年羹尧的人呢。不行，革了职还得充军。嗯，就把他发配到年羹尧那儿去。够。这样做，既给了年羹尧面子，还能让他醒一醒神儿。古人说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啊。你是在朕身边长大的人，朕对你自然比对别人不同。对年羹尧，朕也是这个心思。朕让你在江苏试行摊丁入亩，让田文静在河南试行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。原来打算让年羹尧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。哎，可是怎么，年羹尧敢不听主子的话？这几天，朕不断接到京城转来的折子，说年羹尧在西北越发专横跋扈了。本来朕派孙嘉诚到他那儿去，就是为了让他见到这个人会有所警觉，有所收敛。哎，不知道他是没有领悟朕的苦心，还是有意和朕顶着干。孙嘉诚在那儿推行火耗归公，竟然寸步难行，而且从年羹尧开始就都跟他过不去。孙嘉诚的日子很难过呀。
要是这样，干脆把他的大将军给免了。吴先生早就跟我说过，年羹尧这个人，迟早会闯出天大的祸来。主子，奴才在底下听到一句话，一直想同主子说，就怕。说。说是，地出三江口，家湖，做战场。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？民间已经流传很久了，只不过没人敢奏给主子而已。哼，朕谅他没有这个胆，也没这个本事。皇上，皇上，京里转来的600里加急。孙家成给杀了，600里加急来报。西南来报，西北来报。你连夜动身，务必在15日之内把这个交到岳中期将军的手里。这，你即刻动身，一定要在5日之内把这个送到一星阿将军的手里。这，该怎么办？13爷都交代了，差事办砸了，提头来见。这。请起。严大将军，大将军胜仗了！大将军胜仗了！大将军胜仗了！谁胜仗？怎么回事？大将军这时候正同蒙古王会晤呢。今天谁当值啊？今天谁当值啊？谁当值？我。谁说大将军不在啊？
哎呀，来来来，你来，来来来，你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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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
蓝天上的雄鹰也需要清泉，请大将军饮了这杯酒。嗯，老爷，喝喝。是是，真是欢迎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真是欢迎了啊！来来来。上谕以宣，新任大将军岳钟琪升座。众将参拜大将军。参拜大将军。严大将军英雄盖世，功高无比，本王仅代表蒙古八旗恭祝您飞黄腾达，恭候万世。请。哎，嗯，啊，嗯，嗯，啊。叛军已平，小王上次同大将军说的军马火炮，望大将军会赐。以后再说吧。大将军，这几个姑娘还瞧得上吗？嗯，你说什么？如果大将军喜欢，就把他们都带回去，如何？你千匹军马，20门火炮，明天我就给你派人送来。请，请。
将军，大将军，出事儿了！岳钟琪将军把大营占了。回行辕。